我们过去在家做到那个电脑旁做的太多了，叫你们搞好身心一体化。实际上就是提高你的这个身体素质，啊，只有身体好了，心也就好了。没事啊，小心。他们都叫我监狱长。小心，大家坐好了。好，我觉得，抓紧时间。 回到班里，关系先搞一下。全世界是我们第一家办的，我就这样摸索。我监狱长嘛，我没有法律，没有像警察似的国家授予我那种法律，是吧？还有这些孩子，还有时候你要经常都哄着他们，像幼儿园一样的，他们不成长，你还得当的校长，还得再教育他们，或者是从心理的、从教育的要叫他们去成长，你还得当这个医院的人，还得给他们做体检。